根据自己产品选择需要是什么样的，装哪边的支撑杆都可以。然后这里就是放产品的位置，记忆点。放完了再把它锁紧就好了。这个是手动抬个轮子，别给我抬下。然后这几个是你要拉几个，这个是调节那个你那个管子的那个宽度，你要踩几根比例自己去调。首先我们调长度，先按一下长度，然后我们先把它那个长度清除掉，比如我们要调多少就设置多少。那这个是速度，一样我们把之前的速度给清除掉啊，这样安全。然后这个是总数量，比方说我要把它设成多少的，我就按多少的来。然后这一个是手动进线模式，这个是裁切的次数，就是你每裁一次要裁几次，就是这一个。